没有不能接受牛蛙的 ，baby 不能，文翰也不能。我小时候养过牛啊，就是小时候说想要养个宠物，家里人不给，就带我去菜市场选了只牛蛙。当天晚上上桌了？没有没有，养了好几天，我印象很深刻，它的身子滑滑的，得把它养在盆里，它跳出去，我得去抓它。